我叫小跑，95后，是一个痴迷德牧的爱好者。我从小就喜欢狗，家里也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狗。从我懵懂的垂髫之年开始，我就对这个耳朵立起来，背部都是黑色的大狼狗情有独钟。后来长大了，才知道它叫德牧。德牧是我最喜欢的品种，没有之一。我的职业其实是一个自媒体视频创作者。2019年，一个偶然的想法，让我把职业和爱好揉在了一起，就有了现在你们认识的我。从那时起，也多了一个身份，就是德牧的繁殖人。经过这几年不断的摸索和学习，对德牧的了解，以及对德牧容易出现的疾病防治和繁育有了一定的认识，也算是懂了点皮毛。几年来，在全网共收获了30万+的粉丝，共向全国各地的网友输送了500+的德牧幼犬。从刚开始玩的普通德牧，到现在全都是血统德牧。从刚开始的2-3狗，到最多时20多条。现在有一个新场地正在筹备，约有5亩地，3000多平米，届时会让他们有更好的条件和环境。我的初心是用心繁育，认真优选出让大家满意和健康的德国牧羊犬。感谢新老粉丝一路对我的支持和信任，让我们共同拥抱和迎接美好的明天吧。